我现在呢在动物园捷运站，等等呢要搭猫空缆车前往慈南宫，再去猫空吃饭。10度，但是能见度还不错。出发。试着要走去几间其他的茶餐厅，像是阿伊斯或者是四格，但都是客满的状态。走了一圈之后，又回到了红木屋，然后好不容易有位置可以好好吃一顿午餐。这里是我们的位置，还有看出去的 view， 还蛮漂亮的。今天的猫空天气真的是不错。我们觉得 view 还不错，料理也还可以，尤其是老皮嫩肉跟金萱都还不错。现在我们要慢慢的往猫空缆车的方向走，度今天来到山上的行程。出事就是这样，简单玩。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